尽在运通。同事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哈。那当然今天的一个行情里面啊，那投资人啊，这个对于这个台股的一个热情啊，哦，又再度的点燃啊，不然说从上个礼拜啊一直到大概礼拜一啊，那投资人对这个大盘其实啊啊他是非常失望的哈啊。那为什么这两天哦这个大盘啊，会出现所谓的爆炸性的一个大涨，包含昨天大涨198点，今天的话又是再度的上涨250点啊。那你这两天加起来啊，总共大涨了450点。450点的行情里面啊，有影赚到钱的人哦，真的是非常非常少。啊，严老师这样子讲啊，你应该能够认同啦齁。包含你现在在看电视的齁，这两天大涨450点。你真的想赚钱的哦，啊，可能是非常失望，啊，因为你害怕，啊，你看了这个大盘，你不敢做，啊，这个很正常哈，哦。但是严老师的会员，今天应该有享受到第一个，啊，获利入袋，啊，第二个，啊，双喜临门，啊，为什么会双喜临门啊？我等一下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今天呢，啊，发生了一件啊，这个很难想象的事情啊，因为我们单股会员本身啊，会员的档数也不多啦，我们都是控制在三档以内哈。既然有今天有两档股票，全部亮灯涨停板，全部再创波段新高，啊，那老师这边先恭喜哦，我们的单股会员啊，今天啊双喜临门，好不好？那严老师未来会再接再厉啊，再接再厉哈。帮我们的啊会员家族啊谋取更大的一个福利哈。那今天为什么会大涨？来，以技术面而言的话，早上啊这一开盘啊，开出来盘势啊，就是属于一个三点高盘。好，三点高盘开在这个所谓的52日均线的一个位置区啊，本身它就是属于一个收红之后哦，它开始补量上攻哈。好，所以说你看到这边对不对？三点高盘开出来啊，绝对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。尾盘的话大涨了251点齁。那延续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齁，第一个重点齁，大盘没有破这个所谓的跳空缺口，基本上面在这个位置区都是属于一个多方控盘。啊，我相信我讲很久了齁。好，那有一些人很奇怪，这个加权指数在这个位置区今天已经几乎收盘再创波段新高了齁。那你手中的空单对不对？你就开始找理由了，啊，每一次涨上去你就找个理由，每一次再涨上去你就找个理由，理由王，啊，说三道四理由王，公园王，啊，带着你的会员去睡公园，空单目前为止有32万张，死得不明不白啊！有些分析师在他侧标写说啊，这个没有逻辑，股票市场里面需要什么样的逻辑？啊，需要什么样的逻辑？你来告诉我啊！股票市场里面啊，干海贼家啦，强的拿去吃啊，眼睛看得快的，筷子动得快的就吃得到啊，龙虾鲍鱼随便你吃啦，啊。这些吃不到的分析师就说啊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些大盘吼，哦，对不对？没有逻辑，你要什么样的逻辑啊？你要讲道理哦，就回到书本上面去讲，觉得很可怜呐，啊。这最可怜就是说你输了还去找理由，我也不知道你是安慰你的会员还是你安慰自己啊。啊，我觉得输了就要认，啊，人啊可以做错事情啊。美国总统华盛顿的故事听过很多次嘛，啊，华盛顿如果说他不承认那个樱桃树是他砍的，他长大以后会有这么好的成就吗？不会嘛。所以说有时候你眼光不要看得太短，承认错误是好事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老师啊，这个大盘连续两天呐，啊，你第一个你先看 K 棒形态啊，这边有个跳空缺口，你看到没有？代表昨天这个大盘已经开始补量上攻，这个昨天这个大盘已经开始怎么样蓄势待发了？你今天开出来三点高盘啊，明天的话我跟你讲，这个前高，你说会不会过啊？我觉得过了那很正常啊，
我要的是怎么样？这个大盘呢、啊，冲破天花板呢、啊？只有冲破天花板，投资人才能够大赚嘛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冲破天花板，那你说要赚什么嘛？啊、哦，第一个你不敢进场，第二个，对不对？你也不认为说这个大盘对你是有利的啊、哦？那这两天大盘两天上涨450点，我知道你现在热血沸腾了，我知道现在投资人热血沸腾了，这第一个啊、哦，那稍微冷静一下，啊、哦，当你开始热血沸腾的时候，我反而要劝你冷静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当然有一些股票可以买了哈，好不好？你今天看节目的啊，严老师也会把机会留给你啊，因为你一直在关注我的节目，一直在关注我的节目，啊，我知道，你也在看我的股票到底涨不涨，飙不飙，我也知道，啊，那我今天给大家一个验证的机会了，好不好？你今天你收看老师的节目哈，你今天如果说跟我们联络一下的话，啊，我们有一档股票的话，应该明天是会进场啊，但是是一档全新的。全新的，之前没有在节目里面讲过的，好，那全新的一档股票，希望大家五月份先蹲后跳，再喷的行情，希望大家啊能够好好掌握哈。那今天为什么要恭喜大家？我们慢慢的看下去哈。来，这是来5月16号的简讯，那、啊、昨天的啊，对，昨天啊，昨天我们卖了一笔小单了啊，我说卖的理由也跟大家讲过了啊。啊，有卖掉，有赚钱，啊，今天的话有三通简讯，啊，第一通简讯呢、啊，来，这张股票定价163块了，尾盘是收在166了哈、啊，所以说这个地方一定卖得掉，好、啊，我们也做了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哈、啊，也就手中的一些股票，我们是之前在买的低档去买的很低很低的股票，我们都会利用大盘上涨，啊，利用今天大盘上涨，我们好、啊、手中某一笔单哈、啊，我们可能有两笔单，我们先做一笔单。好，先把它卖出去啊。那至于说新进会员的啊，严老师非常感谢大家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最近收会员不好收啊。我直接跟大家讲啊，这个分析师都哇哇叫啊。但是很多支持严老师的啊，老师啊，非常的感恩，老师也非常的感谢啊，甚至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啊啊。但是今天的话，我希望啊，你们能够快乐一点，好不好？因为你们的股票。啊，单股会员啊，两档股票不灵不灵，亮灯涨停板啊！好，我们来验证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本节目的股票仅供参考，你是老师会员的，你看到的啊，如果虚伪造假，赶快去检举啊！如果你不是老师的会员啊，欢迎收看本节目，但是麻烦你不要去做跟单的动作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大家。来，第一个，我们现在看到这档股票啊。这一档股票在中午12:23上涨3.05元哈，亮灯涨停板。严老师祝大家啊，周三愉快。今天礼拜三啊，我平常都祝大家周末愉快，因为是涨停板是落在礼拜五嘛。那这个5月17号是今天礼拜三，我祝大家周三愉快，持股续报，一张都不卖，谢谢合作。亮灯了，亮灯了，啊，老师要不要卖？你简讯要看清楚啊，持股续报，报牢，报牢，一张都不卖。谢谢大家，啊，双喜临门，对不对？啊，来，再一档股票，重磅出击啊，来，一样单股，啊，这个也是单股哦，做完一档再一档的哈，这个也是单股，来，尾数是二的哈。早上9点还不用办呐、啊，哦，不用过9:30呐、啊，这档股票涨9块很多哦，起高扣哦，哦，当然是亮灯涨停板了、啊、哈、哦，来，你看这边哈、哦，啊、哦，你们要的就是这个股票嘛，底部的，起涨的第一根，来导播，我们把这边稍微照一下哈，啊、哦，让大家看个5秒钟。什么叫做底部起涨第一根？啊，投资人最想要的，对不对？最想要的底部起涨第一根，很多的书里面告诉你，啊，买底部一定会大赚，你一定有看过或听过这种言论嘛？那你有没有做过？来，你有没有做过嘛？你没有做过嘛？
你们老是每天在电视上面吹牛嘛，买底部买底部啊，你们老师带你买了没有？没有，就一个嘴巴真的很会讲，我真的讲不过他了啊。底部起涨啊，加上第一根布局成功啊，好，那这样股票我们是做长线的，好不好？你不要讲说老师一根涨停板我卖掉啊，不要了，好不好？不要了，不要乱卖啊！哦，到时候你卖飞了哈、哦，那真的我也没有办法帮得到你啊、哦！来，好，我们的节目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了哈、哦。来，严老师的节目哈、哦，时代目前为止的话，非凡台啊、哦，那我们有做盘中的一个连线哈、哦，未来这个地方还会再加嘛？好、哦，广播节目目前为止 News98，时间点的话在下午的3点到3点半。这个节目时段目前为止啊，我们的点播率啊，点播率啊，目前为止是冠军啊。你不相信的话，你自己啊，时段在这边，广播在这边 ，News98 平台，你自己去看一下啊。运动财经台啊，这个下午的节目，现在的节目，包含凌晨1点半的一个重播，还有早上7点的一个重播哈、啊。这么多节目时段的话啊，我相信应该够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不够的话，我们预计在6月份还在加节目了，预计好不好？在6月份还在加节目了哈、哦，那就是说加这个节目是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，好不好？我们的看盘哈、哦，我相信的话，你长期收看老师节目的哈、哦，这边拉近一下哈、哦，这个叫实线的部分嘛，对不对？我说你看两个重点，第一个这个地方啊，它有没有支撑？有支撑叫做什么？哦，它一定是属于一个带量上攻，这个地方就不会掉下来。第二个啊。哦融资减少啊，目前为止我们是看到第一种现象，也就是说这个大盘是属于一个补量双攻，非常强势啊，所以说两天大涨450点哦，那这个线的话未来就会往上面移了，啊，进入到第二阶段，啊，那第二阶段以后未来在这个地方啊稍微整理一下就会喷出去了。我们解盘是非常中性的哦，来，我从头到尾跟你讲，多方共盘，量价解码筹构，对不对？量价筹码你要看清楚哈、哦。这个推背图的话，永远陪在大家。好、哦，那趋势看得准，股票要不要看准？当然要。股票不只要看准，你要敢出手。严老师敢不敢出手？当然敢。我相信只要你是严老师会员的哦，今天应该都很开心呐、啊。哦，今天都应该都很开心了、啊、哈、哦。来，亚航，来啊、哦！我不是叫你去买长荣、万海、阳明哦，我先讲哦。我对于长荣、万海、阳明哦，我没有兴趣啊。你们老是有兴趣的原因在什么地方？因为很多人套牢，只要有人讲就怎么样，哇，那点击率就很高。我要的不是这个，我要的是真实的操作，我要的是真实的获利哈。亚航，潜伏底成型，均线上扬，带量上攻。来，跟你讲到这一天的时候，应该都赚钱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再创破断新高了。你卖空哈，老师啊，啊，我跟你讲哦，我这两点钟哦，我拢是用看的，你不要骗我了。你是严老师会员的亚航的，来，你赔钱的，你来找我哈、哦。我们有做哈、哦，有做单股会员的哈、哦，有做就是有做，没有做我不会拿出来跟你讲。如果没有做拿出来跟你讲的话，我觉得很丢脸，我觉得不配当分析师啊。有些分析师在台面上面讲的股票都不是自己的，会员也是一头雾水。哎，我参加那个老师，那个老师好像是外星人。每天讲的股票跟我，哦，做的都不一样。来，单股会员有没有做到？有哈，啊、哦，有做到哈，保密。啊、哦，我们这个适当的时间点要稍微做出个保密了哈，啊、哦，因为这是会员的权益了，好不好？哦，那今天亮灯涨停板的还有什么华孚嘛？华孚讲很久了哈、哦，来，啊，各位大德，亲爱的兄弟姐妹们。这是讲很久的啦，啊、哦，业绩财报不错哈、哦，来季增啊，44%，年增啊，100%啊，今天呢强啊，啊，直接上，啊，直接上，啊，未来啊你就慢慢看好不好？啊，未来你真的你可以慢慢看哈、哦，我们再讲一档我们手中有的哈、哦，我们手中没有的我不会讲，好不好？啊，会员对不对？好，来今天验证一下了哈，来有打电话进来的哈，有登记的也可以来验证了哈。好，我们的会员等级是单股会员买的，一档股票来，
这样股票开盘价91.4哈，直接亮灯涨停板。会员手中有的股票我们才讲，没有的股票去讲它干什么？没有意义嘛。来，会员有没有？单股会员有的，好，按照纪律操作啊，就那么简单啊，不需要讲那么多啊哈。未来的话，我是想说，投资人你。好，这两天的一个大涨的话，你要开始翻转你的人生了。你的人生怎么样翻转？你要好好想一想，买到标股就能够翻转人生吗？好，这礼拜一的来，认不认同？这礼拜二的，啊，认不认同？啊，这个礼拜三的，啊，三天三只，老师啊，三天三只呢，三天三只，你认不认同嘛？你认同，你就会买。你不认同，你就在旁边看，哎，认同你就会买，不认同你就会在旁边看，啊，5月15号新的股票，啊，礼拜一涨停板，啊，昨天又涨停板，啊，今天呢，啊，今天更快，啊，三天三只，啊，有做到恭喜你了哈，没有做到的也没关系啦，真的没关系啦。你不要说老师，我就没有做到。你不需要做到，你就喜欢用看的，你就看嘛，看一天，看两天，看三天。老师，这个好好精彩哦，跳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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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好像有一首歌，董子，董子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跳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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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赚得到钱吗？赚得到钱，我就恭喜你啊！我怕你赚不到，我说真的，我怕你赚不到。你们这种看盘方式啊，真的能够赚到钱的很少。我昨天还跟你讲哦，不然就找这种的好不好？找这种底部起涨第一支的，啊，这是第一支哦，啊，今天哦，真的啦哈，啊，你有跟上脚步的，我就恭喜你了哈，哎，今天出现第二支了，啊，这个比较慢，那这个比较慢呐，动作较慢呐，啊，希望你能够跟得上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两天大涨450点，对吧？才刚刚开始，未来标股一档接着一档做。那本周的话，行情的话，是非常关键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开放一档股票，好不好？哎，这档股票啊，电子股啊，未来有大业绩的，啊，未来有大订单的，未来。啊，很多人会讲到很好很好的，但是现在没人讲，你要不要做？你要做，好，那今天的话，啊，一定要下定决心啊。我们今天来交流一下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全线开放好了，好不好？全线开放给大家哈，全新的股票，要做的，想赚钱的，想反败为胜的，好，看老师节目看那么久的哈，那老师今天非常欢迎你，也给大家一个最大诚意哈。啊，未来的股票可能比这档还要再更飙了哈，比这个飙，也比这个飙，也比今天呐、啊、我们的会员手中这支还要更飙，也比亚航创新高要更飙，飙飙飙啊！恭喜单股会员啊！恭喜单股会员，好不好？这都过去了啊！全新的标股，明天老师9点准时通知你，你赶快啊，把钱准备好就可以了哈。今天把电话拨通很重要，先完成登记，新的股票明天早上会通知你，电话拨了明天一定会通知，电话没有拨，没有留下资料，找不到人没办法哈、哦、电话很重要，一定要拨哈、哦、今天老师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哈、哦、直接168，每个人都吃到饱，全部 VIP， 全部 VIP， 今天机会就一次，你好好把握，打电话进广告。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，
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速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爸爸，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？因为我们是知道啊。哦，我懂了，对方是干道，不管直行或转弯都拥有优先通行权。没错，只要设有停让标志、标线或闪光红灯的，就是知道应让干道车先行。要是没有那些标志、标线或者号志呢？那就进入路口时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，车道数相同，转弯车让直行车先行，两边都直行，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。知道让干道，安全最有道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。那之前跟大家讲这个五月份的行情是先蹲后跳，哦，这个节奏一定是对，先蹲下来。好，那当然今天的外资啊，大买，大买啊。那希望大家了哈，在五月份啊，可能是下半段啊，等于因为你上半段你要赚钱好像比较困难嘛，对不对？那下半段很好赚，哦，但是啊，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，好不好？那买什么样的股票会赚？这个你不用烦恼，交给我好不好？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老师。好，我在股票市场面20年了哈，我这每天都兢兢业业的啊，我绝对都是把投资人的啊钱啊当作是，对不对？自己的钱啊，我不会每天跟你买下去没有用，那你买下去干嘛？买下去一定要涨嘛，对不对？一定要会涨你才去买。那投资人有时候在股票市场里面很容易怎么样？很容易受影响哦。往往听了一句话，什么底部布局，好像就一定会赚，哦，真的会赚吗？我刚刚不是呢有拿简讯给你看吗？要买在底部起涨第一根呐，啊，这个困难度很高，对不对？对严老师来讲，豆定米缸，你知道不？明天这一档股票是电子股，啊，那跟苹果有关，啊，跟苹果有关。那未来毛利率可能会增加，订单能见度可能，哦，会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。但是有些话现在不大能够讲，啊，但是我大概知道的，好不好？我会在这档股票里面可能会写一个报告，啊，但是今天就是说，你一定要跟上我们的一个脚步，啊，你比如说像之前的巨阳，对不对？啊，瑞阳、秦邦也好。这些股票都是在低档区啊，哦，其实的话，啊，你都可以去布局啊。你绝对不是说等股价上去之后，你才觉得说老师这个地方好像可以买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有人讲太阳能，昌河也是太阳能的，其实它就领先市场嘛，先往上走，啊，又有人跟你讲什么散热的，啊，严老师的散热会输人家吗？会不会？严老师的半导体会输人家吗？啊，都比人家强。那为什么你不来赚呢？啊，为什么你不来赚呢？啊，这个也很好赚啊，有买就有赚啊，是不是？都很好赚啊。啊，这个你要买的早一点，好不好？你买太晚的话，真的啦。哦，你买下去你就等于说去追啊，追啊，哦，啊，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哦，这个你不要认为说老师涨很多，啊，哦，我认为哦还早得很。好，那我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哈，哦，来，这张字卡新的啦，行动会产生强大的力量，
啊，你信不信？你要不要行动？啊，有做的恭喜你，好不好？我们的会员啊，亚航亮灯涨停板，单股会员的，恭喜你啊！啊啊，这两档就不用讲了啊，应该是冠军了 啊， 啊，冠军了、啊，是不是啊？还是要再度感谢严老师的单股会员，来，单股会员周三愉快，亮灯涨停板第一支，单股会员亮灯涨停板涨九块，底部起涨第一支，也恭喜你，好不好？新的股票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，严老师很大方，今天全线开放啊，今天电话拨通，电话拨进来记得要留资料。姓名、联络方式留下来，我们会通知你，好不好？严老师今天最大诚意，一六八只有一六八，简讯费，全部简讯费，全部 VIP， 老师最大诚意啊，通通吃到饱以外，前面十位有严老师的专线，明天的早上的股票九点钟，老师我亲自通知，一六八吃到饱，大家赶快报名，好，我们明天见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就在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。